今日好开心啦，嚟到今次嘅活动。我系伊比斯嘅主席，咁啊，我哋亦都系今日举办咗一个好盛大嘅活动。其实今次活动嘅意义好大嘅，我哋会讲好多关于人工智能啦，亦都会讲多一啲关于我哋中国人研发嘅一啲科技，譬如好似卫星，譬如最遥感。咁好多同学仔可能佢会觉得，哇，呢啲嘢都系好遥远嘅一啲东西嚟嘅，但我哋今日将佢简化。落地將佢話俾大家聽，原來呢啲咁驚天地泣鬼神嘅科技，其實大家都可以用一個好簡單嘅方式去接觸同埋學習。咁今日亦都請到好多唔同嘅嘉賓，我亦都係啟賢伊比斯基金嘅其中一位副主席。咁我亦都係伊比斯嘅主席同埋智龍科技嘅主席。希望今日嘅一啲科技、一啲知識可以令大家擴闊大家嘅眼界。最後都希望可以將啲知識咧，令大家可以學識到之後改變世界。